满满的治愈时刻。把头抬起来，太阳是在天上的。你每天记得按时吃饭呀。天气冷了，记得多穿衣服，不要再看手机看到很晚了。早点休息呀，所有的烦恼都会过去的嘛。不要再阴谋啦，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的。喂，记得要笑啊。